县马公市西文澳一片荒草地，在今天晚间7点多冒出了野火。从画面中可以看到，澎湖东北季风相当的强劲，火势也越来越大。消防局派出了26人到现场来抢救。由于消防车无法靠近起火的地点，消防人员也必须要拉起相当长的水线来灭火。晚间火势已经控制住了。至于起火的原因是什么呢？还有待调查厘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交给大家两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